兄弟，10年前找你借的10万块买房险，现在还你。什么？做生意赚钱了？我那房子涨了6倍，我倒手一卖赚了几百万。所以10年前我借你10万，你到现在还是还我10万？不对吗？我就借了你10万块呀，有错吗？你没错，是我交友不慎。你什么意思？你说清楚啊！有多少人放不下，是是非非乱如麻。